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车闻详谈。那今天节目的开头呢，我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台纯电动的 SUV 车型，它就是来自于奥迪的 e-tron。奥迪 e-tron 被定义为奥迪纯电动车型的开山之作，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。在外观的设计部分上，采用了奥迪家族化的设计语言，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。但是在中网进气格栅、一字板以及尾部标识上，也不难看出它是一台纯电动车型。安提瓜蓝的车漆非常的显眼，在路上有着很高的回头率。奥迪 e-tron 的定位为一台纯电动的中大型 SUV， 轴距达到了2928毫米，后排的乘坐空间还是非常充裕的。进入到车内，奥迪 e-tron 也采用了奥迪最新一代的内饰设计，三块大屏的设计我们已经在很多的奥迪车型上见过了，科技感十足。奥迪 e-tron 在前后轴的位置各布置了一台交流异步电机，综合最大功率360马力，峰值扭矩561牛米， Boost 模式最大功率则为408马力，最大扭矩664牛米，官方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成绩是5.7秒。奥迪 e-tron 配备了容量为95千瓦时的电池组， NEDC 的续航里程为470公里。在介绍完奥迪 e-tron 之后，我们再来聊两条车闻。那在前不久的车闻详谈节目中，我也为大家解读过全新一代的哈弗 H6 车型。而目前呢，我们就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全新一代哈弗 H6 酷配车型的测试车谍照图。那虽然说这台测试车有着一个比较严密的伪装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的车身比例以及线条。我个人预测啊，它的车头以及尾部和普通版本的哈弗 H6 不会有太多的区别。那最大的改变其实从 B 柱开始，你能看到略微下坠的车顶线条，营造出了更加运动的感觉。那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点，就是在左后轮的上方，它有一个圆形的充电接口，也就暴露了这台车呢是一台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的车型。那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信息，长城的这套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将会拥有200马力以上的动力输出。那关于这台全新一代的哈弗 H6 酷配车型的更多信息，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进行解读。最后一台车，我们来聊名爵5。那其实这台车也是在北京车展上首发亮相完成的。那全新一代的名爵5采用了第三代家族设计造型，车头看起来还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，整体车身侧面的线条非常的流畅，并且呢，它也采用了类似于四门轿跑车型的设计风格。那这台名爵5它的定位依旧是一台紧凑型的轿车，轴距呢是2680毫米，尾部的设计相比较车头而言就没有那么的运动和激进了，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。排气呢采用了双边共两出的设计。那除了它的外观部分，目前上汽名爵的官方还正式的发布了它的内饰官图，红黑的撞色处理让它的内饰看起来比较的年轻，悬浮式的中控屏幕也能带来一定的科技感。那动力系统部分，这台名爵5将会提供一台1.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以及一台 1.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。据悉这台车有望在11月8日正式的去完成上市。好吧，又到每期互动话题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讨论一下改色膜，因为我们在路上能见到越来越多的车型都在施工这个改色膜。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探讨一下您对于改色膜的看法，或者说来聊一聊您是否会为自己的爱车去施工改色膜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。欢迎把您想说的都在评论区的下方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选车的问题，都可以到我的微博第一条来给我进行评论，我也会给您做一个一的解答的。好吧，本期的车闻详谈到这儿就要结束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